大家好，我是宋少奇。最近有粉丝小伙伴给少奇推荐了一个很好学又神秘的乐器，空灵鼓。乍一听名字你可能不了解它，但是一听它的声音你肯定会感觉到很熟悉。闭上眼睛听，像不像寺庙里面撞的那个钟的声音？是不是非常像？那名字就写的空灵鼓，虽然它的声音显得很古老悠远，但是这个乐器是现代出品的一个，我们近代才造出来的，整体是一个金属的腔体，反过来有三个底座，下面一个空鼓的地方被堵住了，这边有个 C 代表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知道的，旁边就是用麻绳还一些小挂饰装饰了一下，上面标好了各个音符，但是它的音符不是按顺序的，到 Re Mi Fa， 下面有点的就是低音，这种没有点的就是中音，上面有点的就是高音。刚刚给大家讲的是我临时用手机搜的，我其实对音乐一点都不熟悉，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音乐废柴，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它来演奏出一首歌，大家猜能不能？认为少奇能成功的可以评论一，认为不能成功的可以评论二，持保留态度的可以评论三啊！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思考评论，马上为你揭晓答案。接下来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，我不告诉你歌名，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我敲的是什么。小动作，逐渐粉末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三共大藏，是不是有板有眼的？就是这个真的太响了，我的耳朵虽然塞上了纸，但是它这个共振脑子一直嗡嗡嗡嗡嗡的。不过说起来敲一首歌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只要你勤加练习。这么一个小东西，大家认为值多少钱呢？可以在评论或弹幕中留言。想看下期少奇拍什么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